这个是什么什么地方？二战的纪念碑。二战纪念碑啊。哇，好多哦，这个坟墓，死了很多人哦。这是。哦，是个 hero。英军呐、啊。英军，这新加坡的军人什么都有。反正二战的勇士。不可以再上去了吧？来看一下这个是多少岁？你看，才几岁而已。嗯。这个是43岁，是43岁啊。隔壁那个26岁，哦，很年轻呢。Private， 这个是 Corporal，、嗯、这是排长。排长，这个呢？这个是 Private， 一条直直的而已。嗯，26岁这个，这个21岁嘞。您说当兵的，很小就。嗯。就完挂掉了。很小就挂掉了。被日本人杀死了。日本人呐、啊？对呀、啊，打二战不是打日本人？哦，对，二战打日本哦。这里不是打日本，难道打谁？上面那边还有很多纪念碑的，墙上都是嘞、嗯，一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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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名字。嗯。这个纪念园做的还是蛮漂亮的。4500个人。4500个人。这也太多了吧！1500个坟墓，剩少了，这个是一部分而已。哦。哇！妈妈多心痛啊！哦，这么年轻就没了。都已经完蛋。嗯。你没有来过坟墓。对啊，这坟墓都没来，都没有人来嘞。有啊，也是他们的家人来。家人来吗？很多都是英军的、啊。哦。下大雨。天公不作美啊，今天下雨，走一下子我们就要回去了，好像还有游客。